邊，而家嚟呢度飲茶。介紹得好甩咳喎，真係。是但啦，因為我第一次嚟試啫，想介紹俾啲人嚟食下。咁啊，介紹埋隔離嗰樣。隔離咧，嗰個就蒜蓉蝦春卷，嗰個就易啲做啦，嗰個。咁你而家未食啊？俾唔到嗰啲咩評語喎？我試下先，試下好唔好味先。嗱，我試一啖俾你。佢都呢個就係一個紅棉酒樓嘅灌湯餃，128元一個。等我試下好唔好食先啦，係咪物有所值？各位，你估呢個係咩點心咧嚇？由阿仙姐開估。你估呢只獅子入邊內裏裝咩嘢乾坤咧？原來好得意喎！你見到佢咁 Q， 一打開入邊咧，哇，好靚嘅高湯牛肉球。高湯牛肉球，不過唔係我試，係由呢個阿吳先生去試。因為阿仙姐又唔食牛肉嘅，啊。嗱，呢個咧就係鹵筍蝦餃，隔離呢個咧就係啊燒賣，啊冇乜特別。蝦子燒賣。因為我吃東西很鹹的，那這個春卷也很好吃，很脆的，它這裡的東西就偏鹹了一點點，那個蝦餃的燒賣也偏鹹了一點點。你那個什麼湯啊？吃完了，那個灌湯餃啊，灌湯餃就很好吃，裡面呢就沒有肉的，全部都是蝦啊、肉啊、吃啊、冬瓜啊，吃很好吃的那個灌湯餃，下次你們試下啦。好像這間這樣開了不是很久的喎。誰介紹你來吃呢？Sam 人喺度影天文啊，影星星喺度。係影下咧，未見過呢啲相。嗱，喺度坐，有得休息㗎呢個 lift。有啲老人家凳啊。哇！呢個酒店都幾好生意，你睇下，好多人check in。